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阮安祖，在台湾战旗要有新的主持成员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蔷薇，我来自越南。我们就是在台湾战旗全新组合，我们节目就是全台湾走透透，哪里有优秀的新住民，我们就往哪里走。我在这边慢慢拔，然后我看他已经处理了大概三罐嘛。要吃越南的味道，找我就有了。那我称你香草女王好了。好，那我可不可以参加你们的那个热身？你也要参加吗？你不要小看我嘛，我平常是有运动的。锁定大爱二台，在台湾站起，我们将带大家去认识更多新住民的故事。